我可以不要买吗？好啦，60万让你好不好？我真的不要了，我真的不要了。再出1000万，我靠！就凭这东西你要1000万，那我这样随便画一画，我出去卖，我就不用当实况主啦。我不用当实况主，我随便画一画都有钱啊，是不是？哇，他们超强嘞！这样有1000万可以赚，哇，好爽啊！1000万第一次，第二次，1000万第三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朋友以1000万获得这幅世纪名画。我实在搞不懂这到底世纪到哪里。哦，幸好没人跟我抢，这到底是谁啊？你好啊，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？为什么你会买这个名画？难道你不认识我西俊？西俊啥？我是专业的艺术鉴赏专家，没有一张不升值的。哇，真的好厉害啊！西俊你好，我也是艺术收藏家，我叫抽风。为什么突然想要抽风？好像是一个实况组，是不是？好像是在 Bilibili 的吧，是不是？然后好像也有在 YouTube 放影片啊。刚刚去上了厕所，错过了拍卖，请问能不能转让你刚刚买的作品给我？买到的作品给我，我实在太喜欢这张画了。是怎样啊？我随处乱撇的一幅画，居然大家爱成这个样子啊！我是不是很有艺术天分？它美得让我心旷神怡、神魂颠倒，我已经无法表达我的情感了。5000万一口价，我靠！5000万就5000万成交 ，Oh my god！我的眼光没有错吧？呵呵，我们好像忘了正经的事情了。哦，对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刚刚是有谁用20万买的这个手办啊？20万这么少的数目，我是不记得啦。啊，但是那个手办实在太丑了，无法忘记。啊，那个手办是怎样的？是独眼的，独眼的手办，是一个妹子买走的，这是一个没品味的妹子。而且之前还看到他跟一个很奇怪穿绿色紧身衣的人走在一起，选男朋友品味也很差 啊那肯定是他没错啊，那个妹子是什么样子的我没特别留意，注意力都集中在绿色紧身衣的人身上。对了，我这里正好有一张关于手办的传单。哇塞，这什么啊？独眼8000代，全球一支限量。虽然是一个很丑的手办，但是全球只有一只，但我还是没有兴趣。好的，打扰了。花20万买这种东西，中国实况组啊！啊，原来如此，原来抽风是中国实况组。那咱们去下一个地方找呗。啊，这个区域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卖同人志的摊位。同人志，简单来说就是作者出售自己创作的刊物。那里好像很多人的样子，我去看看有没有线索。OK， 那我现在干嘛？麻烦让一让，小心热水。咻！哦，讲一下就让开了，真好。哎，这位先生，这里要排队哦。是的，希望你可以遵守秩序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过可以请问一下，排队是干嘛的吗？奇怪，宅男不是应该都会很了解动漫的一些生态吗？怎么这个宅男连动漫都不知道啊？我是 MVV 同人志作者，如果喜欢我的作品，可以排队购买。我也是作者，我叫做这怎么念啊？这怎么念 ？FIODO。我们两个人在这里签售了一整天，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。所以如果支援我们的话，请排队。说的没错，我可以帮你们上厕所啊。真是辛苦了，销售一整天，连离开位置的机都这样的话呢，他们就不可能是犯人的。刚刚调查完，并没有什么线索。嘿嘿，你看那边那几个人看起来很可疑，我们分别去调查吧。好的，也太可疑了吧！这个鱼是怎样啊 ？cosplay 一条咸鱼，
我们看一下这个人好了。喂，你在干嘛？鬼鬼祟祟的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你叫我吗？我叫折腾五号。我现在怀疑，严重怀疑你拿走了20万现金。什么？我有20万现金被一个女生拿走了。我是男的，我是一个100%的真男人啊。有一些是宅家的，不喜欢出去。尿壶。好，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。完了，他该不会掏出那种东西来吧？满意了吧？哦，还好是一个黑画面带过，不然我可能吓死了。问其他人，好像有人在叫我。你回来了，有什么进展吗？录音笔充电充好了，而且有个重要的线索。什么线索？我放给大家听听。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，捡到一个装满现金的箱子，福星高照。我把其中20万分给了一个叫做光头的伙伴。啊，因为我同伙真的是一个光头。他为什么要录这个东西呀？这不是就给自己那个吗？所以说犯人是一个光头，所以是一个光头的女性，光头女性。虽然特征明显，但是一路走来好像没有看见光头人。我们继续分头行动吧，真的找不到也没办法了，别放弃，相信我一定行。好吧，那就拜托你们了。哦，这里是，这不就那个吗 ？Kyo 的人间冒险展示区，什么东西？那是一款2016年的游戏，讲述女高中生 Kyo 的恐怖冒险游戏，怎么那么好玩吗？还行吧。这就是那个女角不是吗？她 cos 她呢？哇，好像，真的好像。没有啦，其实我是这里的员工，自己给自己的公司做宣传而已，请随便参观。就这一个嘛，那个不就独眼的手办吗？对，到底是谁的？要不要问一下 Kyo？ 问一下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好的，请随便问。我想问问那边的独眼的手办是谁的？那个手办是我的，是不是很好看呢？果然，怎么了？问题出来了。为什么旁边有只僵尸啊？我现在发现我们刚好不见了20万，而刚才有人用20万在拍卖会场上拍走了一个手办。这个人该不会是你吧？点点点，先生，我想你搞错了。这个手办是我很久以前买的，我并没有拿你的20万。什么？这个女的明显在说谎，我也觉得她在说谎，但是我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她在说谎呢？认真思考一下，我们应该有什么证据？可以按一下道具查看物品说明，如果发现疑点的话，可以从道具栏把证据拖到画面中间。限量只有一只啊，啊就这个啊，对啊，那。哈哈，说谎！噔噔噔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这个独眼手办的宣传单，全球仅一只。这什么？而且今天拍卖区才能买到独一无二的，所以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这！你看他动摇了，只要用有力的证据指证，就能够识破对方的谎言。看来犯人就是 Kyo 你了。啊啊啊哈！你们也太好笑了吧？好吧，我坦白什么？其实这个手办的确是我刚刚去拍卖会场买的，只是我怕被你们知道要花20万去买个手办太夸张了，所以，正所谓财不可露眼嘛。那20万是我们公司这两天发我的薪水，并不是什么抢来的钱哦。为什么变成是他发来的薪水？他说20万是他自己的钱，看他的样子，感觉说的不是真话。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证明他并没有那么多钱呢？报纸嘛，你们公司就没有钱了？你有20万？你在跟我骗什么？我怎么把它按掉啊？
就报纸啊。叮叮叮。啊，什么？啤酒人间冒险公司十分不景气。什么？上面还写到公司面临倒闭的危机，还在大力的开发新游戏。员工不仅收入低迷，而且还差点连饭都没办法吃了。你说你那买手办的20万是公司这两天发给你的薪水？濒临倒闭的公司怎么可能发得起这个钱呢？噔噔，我，要不是心里有鬼，为什么撒谎？那20万就是我们丢的钱。你管我为什么20万？我有积蓄不行吗？我家是土豪不行吗？我男朋友是陈世师不行吗？陈世师很有钱吗？管你什么事？你要不是在参观这里的话，就别来搭话了，离我远一点。这女的被我们识破的谎言开始变得语无伦次了，最后机会了，我们一口气把她拿下来吧。好的，让我拿出决定性的证据，证明她的钱是绿衣人给她的。应该就录音笔了吧？你不说话也没有用了啊！你听听这段录音哦，这是我啊，吓我一跳。哔，什么？分给了一个叫光头的同伙。你给我这段录音什么意思？我也觉得奇怪，明明嫌疑这么大，却长了这么多头发，所以呢，我头发这么多就不是犯人，所以你一定是在说谎，你头上一定是假发，你就是犯人光头对吧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会是光头呢？那很难说，有种给我扯下来的头发啊！凭什么？我跟你不熟好吗？你一定是做贼心虚。光明正大，怕什么给我扯头发？试问谁可以给陌生人乱扯头发？一阵清凉的风从头上吹过，就知道是真的，好爽啊！我的头发，哇，光头妹子哎，哇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怎么会有妹子剃光头啊？怎么会啊？怎么会有妹子剃光头啊 ？One Punch Man， 事到如今，连头发都掉了，我没什么好保留的。我跟你说出真相吧，终于肯承认了。没错，我跟那绿衣服是一伙的。他今天捡到了一个装满现金的箱子，他马上拿来跟我分赃。这是一个有义气的家伙啊！我跟他说，分给我20万吧。因为我说我会用钱去拍卖买一个会升值的东西，之后赚到钱再跟大家一起分。当时我觉得自己要发财了，那个东西真的会升值吗？心里这样的想。然后想不到他这么快就被你抓住了，但是没想到连我也落网了。事情就是这样了。那么请你赶紧把20万还给我们，我一分钱都没有了。你要的话，这个手办你拿去吧。我还要把那个给我。你们抓到犯人了吗？对，已经抓到了，这个光头就是犯人，但是钱已经用来买这个手办了，不知道可不可以拿回去。不用退，不用退，我今天就是来买这个的啊！这么刚好哦，还真的啊！哦，这个手办分分钟可以转出卖出去几倍价钱的，今天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，让我的东西失而复得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我们也有责任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肚子突然很不舒服，我要去厕所。哇，那怎么了？你又怎么了？我好像又肚子痛。我们又没有吃什么东西，为什么纷纷肚子痛啊？我们有吃什么吗？我吧，我也得去厕所了。那么下次有缘再见，谢谢你们。好的。怎么那么刚好，两边人开始肚子痛啊？自动存档。啊！怎么肚子这么不舒服？厕所在哪？啊，找到了，冲进去。还有一个警字符号有没有？畅快，人生最写意的时刻就是在最后一秒快要喷出来的时候，刚好坐到马桶上面，非常的顺畅。糟了，没有卫生纸了，唯有用刚刚的报纸和宣传单当纸巾替代了。咦，地震了吗？为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干，为什么啊？然后跑到了太空站这样子。
哇，头好痛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现在到底在哪里？啊，不对啊！啊，那个女生嘞？啊，那个女生是不是也跟着我一起飞过来了？我明明刚刚在大便，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好像出现了幻觉，我坐着马桶升天了。那现在在哪？哎、欸，她也在这里哎、欸。头痛啊！头好痛啊！怎么你也在？呢度系边度嚟噶？这里是哪里？我先明明喺厕所噶。你也是这样的情况？咩情况啊？是不是大便的时候坐马桶升天的？你都系咁讲。我仲以为自己发紧梦。我以为我自己在做梦。看来我们都传送到一个不知道什么的地方了。喂，嗰边有个窗啊，睇下出边系边度。看看外面是哪里？外太空啊，还能哪里？啊！想都没有想过，上个大号而已，居然可以上到外太空！哇！如果真的我可以成功回到陆地的话呢，我一定写一个自传。啊，曾经坐在马桶上坐到外太空的，哦、啊，一个故事，太神了！那个是，那个是地球吗？我哋边咗最外太空啦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都我哋俾外星人捉走咗。这个飞船也太高追了吧？是鸭子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？点解要捉走我啊？我唔知啊。我唔知啊。点冷静啊？我哋俾外星人捉走咗啊！要被改造了。抽烟，抽个烟，冷静一下。哦，抽烟了，好点了吗？这剧情也太奇怪了吧！扑朔迷离，抽烟原来没帮助吗？我也很迷茫。多废话，不如快啲睇下周围嘅情况啦。看一下周围有什么东西。哦，这边是自动存档的，我就不另外存了。检查一下这个按钮，这什么东西？而且有点臭啊！这个红色按钮有什么用？按一下来测试。按了之后，这根管子好像一直在吸东西。我们猜没猜错的话，这应该是我们厕所的。为什么？是大便吗？为什么吸大便？我们似乎被监禁起来了，四面都没有去路了，只有一面玻璃墙。现在唯一的方式就是试试撞破这个玻璃。呵，哎呀，完全撞不破啊！你话我哋而家点算啊？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我们永远回不去啦！雷国霸气，怪怪怪，关我什么事？不管，总之就是你不好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就不会被送来这里了。好像真的不关我的事啊。哎，好像有人。哎呦，真的是外星人哎！我操！哇，真的是外星人哎！救命啊！哦，他请我们吃饭哦，人真好。这下面蛙哥，他的手可以穿透过来，他把我们当宠物养了，有没有？人体实验？谁呀？他的手能穿过玻璃，而且放了什么东西进来？这个是他们那边当地的特产，这样子，放完就走了。果然真的把我们当宠物啊！放了两个东西就走了。那个就是抓走我们的外星人吗？好奇怪的样子。还有这个是啊，鱼眼乌贼饭啊。好像但是好像没有别的选择啊。你干嘛咬我？有点饿。我们不如看看有什么办法离开这里吧。
我可以直接吃掉啊。外星人美食，闻起来有点臭，一点食欲都没有。两个都拿起来，有一个洞，可以把这个丢进去吗？看来是不行的。我想可能是这个玻璃只能从外面进来，但是不能从里面出去吧。我也解释不了，反正现在发生的事情很不科学。人眼乌贼犯。要调查吗？现在也只有这东西可以摸啊，这什么东西？而且味道有点臭。我、哦、这已经看过了、啊，我们直接按下去好不好？不行，还是一样，好像没办法按的样子。太不现实了，奇怪的设计。我想我们应该要在一艘 UFO， 我们在一艘 UFO 里面的、啊。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右边。这个录音笔也没屁用了、啊。嘟嘟嘟嘟嘟嘟。还可以再往左边吗？不行。要不我们就直接把这个东西吃掉算了。录音？什么？啊？到底是为什么这种东西可以塞上去啊？这根本就没有关联性吧？出现了一个暗格，暗格什么都没有，好像摸到一个透明的东西，到底是什么？出现了一个东西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估计是外星科技，太空扳手，啥鬼啊？老头，我看转身史莱姆了没有？不是啊，重点是他那个录音笔，他那个录音笔是人类的东西啊，啊塞上去也太奇怪了吧？还是说那个绿衣服的那个人是外星人啊？哎呀！哇，这个东西会动啊！怪物啊！什么东西啊？好恶心啊！我也不知道啊。总之你最好不要靠近，小心被咬到。哇塞，原来这东西会咬人啊！给你吃，给你吃。来来来，嗯，拿去拿去，让他吃着看看。你这是在干嘛？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。他两下就吃完了。有什么变化吗？好像没什么变化。再喂你一次，毫无逻辑可言。你是不是密室解谜游戏玩太多了？以为只要不断把道具放出去，不同地方门就会开了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啊？不用试了啦，不用试都知道，白痴。然后门真的开了。霸气霸气霸气！无缘无故又骂我干嘛？你不是说不吃吗？哇，外星人又进来啦！完了完了，我要被抓去做实验了！啊，是外星人！他的手为什么可以伸这么长？啊，为什么闪退了？哦，没事，吓我一跳！突然直接变到桌面去，错姐！原来是鲁夫啊！我们好像要被他抓过去了。你那外星人的表情非常淡定，有没有？超淡定的、欸。捡到八点档可以看了。啊，完全掰不开他的手臂啊！我们要被带去哪里？哎呦，他咬外星人哎、欸！外星人叫了。想不到你牙齿这么有力！你好快跑啊！别废话！外星人点点点，哇！手刀式冲刺，他要追过来啦！好、哦，这边有一个惊叹号的符号。我都急啊！总之，快点走啦！总之，快点跑啊！
啊，这里没有去路了。什么？闯进一个死胡同了？怎么办？要被抓了、哦！哇、哦、哇、哦！雷中的太太刀！哇！装在身上了、啊，还等什么？人还能把墙打穿吗？套了又能怎么样？找看有没有其他的路。这套装备或者能帮我们打败外星人呢。那你快穿上，我回头干架。我有肩周炎，穿不上的。磨磨蹭蹭的，我来穿。哇，怎么帮啊？这东西好重。左右手搞反了。没关系啦，左右手都一样的。我干，那么帅哦、喔！这肥仔真的是一个挫样呢、欸，还让女生做这种事情，要是我就穿了，超屌的、欸，真的穿上了。要存档是吗？快点挥几拳来试试。太重了，完全动不了，怎么办？那个外星人要冲进来了。那墙上还挂着东西，这是按钮，这应该是分左右吧。这会不是玩游戏的时候啊。帮我按按那个按钮，看看有没有说明。那我按按看吧。人动了，有救了。那我就这么操作，你去把外星人打趴吧。别乱操作哦。用上你的呆脑子，算命大王，我就要开始干架了、啊。可是我，他有自动存档啊，我这边没办法存啊，啊，那怎么办？哦，他会动哦，哦，绿色是防御啊、哦，防御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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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嚯！跟他一起出拳会怎样？更没办法打到他啊！哦，快速的一拳啊！啊，他变快了，干！哦，再一拳！哦哟，哟，结束！哇，辛苦你了，这边可以存档吗？打赢的存档好像没什么屁用欸，想说要不要来试一个打输的存档？欸，没关系啊，自动存档那个部分，欸，不行，自动存档那部分没办法。哇，尴尬了，算了，随便先存一个好了。辛苦你了，真的是太厉害了，小意思，这点程度难不倒我。欸，明明操作都是我在那边，但是你最好不要忘了是我来负责操控的、啊。咁你嚟着呢件嘢咯？那你来穿咯。我说我有肩周炎。这谁啊？旁白，大家好。什么人啊？你是什么人？小心我们揍你啊！大家别激动，我是好人啊。每一次我的登场就是提醒大家记得 save。啊，我走啦，拜拜。哇，这么贴心呢，还叫我们要存档啊？那外星人要第二次变身是不是？啊，好的。不过感觉他应该是好人。对了，既然外星人都被我们打败了，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好吗？看看有没有回到地球的方法。好像有点不对劲啊。外星人的背部好像哇变身了。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要变身了吗？整个背后都鼓起来了。哇，直接变小只欸。什么东西跑出来了？看样子还得继续战斗啊，而且感觉并不是好欺负的样子。完了、哦，这个应该更难了、哦。看要干嘛？哇，他的动作好慢哦。傻小啊，完了要输了。挥拳，他张嘴怎么办？啊，死了。太强了，对手实在太强了。我已经无力了，我想没有力气了。完了，你没事吧？不要勉强自己啊。不行的话，我们现在赶紧逃吧。
哦，被抓了，这个应该会有剧情的分支哦。如果都打赢的话，应该可以来个 good ending。哦，我们现在可能就是要进入 bad ending 了。不对啊，我好像开始往下掉了，哇！